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join me in welcoming Mr. Gan on stage. Big round of applause, please.尊敬的特区政府财务事务局库务局副局长陈浩莲先生，香港金融管理局助理总裁何汉杰先生，香港数码港首席企业发展官朱美恩女士，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邱达根议员，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华夏香港的 CEO 甘天，首先代表我个人跟华夏香港特别感谢特区政府。 还有整个香港数字经济峰会主办方以及数码港邀请我今天来分享传统资产管理公司拥抱 3.0 的实践与思考。首先呢，作为首批出海的大型中资资产管理公司，华夏基金扎根香港16年，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的过程。回顾来路，虽有艰辛，但我们在各个阶段 把握住了机遇，从一个香港市场的闯关者，成为多资产多元化、全球视野的一站式投资解决平台，令我们无畏市场的变化，在任何时候都能给投资者带来合适的投资产品。近年来市场低迷，有人担心资管业何去何从，但我认为悲观者常常正确，但是乐观者才能成事。 虽然中国市场和资管行业面临了重大挑战，但在过去几年，华夏香港顶住压力，发行了 MSCI 中国 A50 互联互通 ETF， 助力香港市场重新夺回海外的 A 股定价权。我们在海外资流出中国的时候，又积极把握 ESG 的投资趋势，发行了全球最大的 追踪港股恒生指数的 ESG 的 ETF， 吸引到了市场领先的 MPF 的投资者投资了接近70亿港币到我们的产品。我们同时看好人民币二次国际化的趋势，配合国家政策，坚定布局人民币的赛道。我们发行了人民币纯投资级别的公募债券基金，并且发行了海外 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的货币基金，并取得了非常卓越的投资机会以及投资业绩。这是作为领先的中资资产管理公司在市场迷航的时候，我们应该对投资者做出的努力与贡献。对于香港政府大力推广的虚拟资产行业和新质生产力的投资方向，华夏香港也是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拥抱。 自2022年香港金融科技周上，特区政府发布了有关香港虚拟资产发布的政策宣言以来，华夏香港组织团队深入地研究整个虚拟资产行业，特别是代币化资产 STO 和比特币 ETF 等产品创新，积极参与到批发 CBDC、 数码港元和稳定币等实验沙盒。 我们认为 Web 3.0 技术在金融创新方面得到的认可与日俱增，随着虚拟资产进入 Web 3.0 所带来的机遇，虚拟资产在市场上已变得不可或缺。2023年4月，李家超特首在出席 Web 3.0 协会成立仪式上，表示让香港成为虚拟资产企业的最佳立足点。香港同时需要为市场提供适切的监管， 释放 Web 3.0 及相关技术的潜力。陈茂波司长也表示，香港是国际的金融中心，对全球从事虚拟资产业务的创新人员抱开放和兼容的态度。我们也感谢过去两年，香港特区政府从上到下都在积极推动香港发展成为国际虚拟资产中心的愿景。香港数码港作为 Web 3.0 企业的聚集地，扮演了至关重要的地位。我们认为，香港现实资产 RW 的代币化 STO 行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
代币化的过程不仅增加了资产的流动性和市场的参与度，还降低了投资门槛，提高了整个市场的可交易性。这种融合了房地产、共同基金、ETF 等资产的代币化流程，为交易跟清算带来了便利，降低了交易成本，吸引了更广泛的投资群体。代币化的适用行业和资产类别范围非常广阔，华亚香港已经和香港的持牌合规交易所以及全球领先的代币化技术公司，针对传统的货币基金代币化研究做出了一套解决方案。华亚香港也同时积极参与了香港金管局在数码货币上的实验，包括港元的稳定币、零售央行数码港元这两个沙盒。我们认为数码港币在香港的推动下，对于提升本地和跨境交易的便利性、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数码港币的推广不仅能够提高香港的金融创新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动力，还能提升港元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但是推动数码货币发行，监管合规、风险管理和金融稳定性不容忽视的关键因素，以确保数码港币的安全性和可持续性。虚拟资产的投资的可持续性和风险管理也是我们关注的焦点。华夏香港作为领先的资管机构，对这些新兴资产持平衡的态度。加密货币和其他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投资工具显示出香港在现实资产行业正处在一个发展的十字路口，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现实资产的代币化推动带来资产流动性的显著增加，市场的参与度的大幅扩大。通过代币化，现实资产变得交易更加简洁，降低了投资门槛。这对于股票基金、债券基金等传统的金融行业具有扩大市场的重大意义。它不仅简化了投资交易的流程，还降低了成本，吸引到更多的投资者。香港作为国际贸易港口和世界金融中心，从地理位置和经济地位上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和实际的庞大市场需求。香港具有引领全球 Web3.0 行业的能力，因此应抓住机遇，尽快构建以港元稳定币为基础的现实资产代币化行业的生态。首先，我们需要明确 RWA 代币化和证券型代币发行 STO 的监管政策，明确证券代币可以挂靠的资产范围及信息披露要求，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在合规的平台建立 RW 代币发行的交易市场，提升其流动性。我们也应鼓励银行、保险、基金等金融机构充分利用其专业能力参与到 RWA 业务当中。同时，香港也应该加强与新加坡、欧盟等地的 Web3.0 行业的合作，同时扩展市场。通过教育和培训，我们可以累积 Web3.0 行业所需的专业人士，为通过更加饱和的传统金融人士提供转型的业务机会。最后，我衷心的祝愿2024年 DES 数字经济峰会圆满成功。我们会继续为构建开放、规范、有活力的香港 Web3.0 生态和全球金融科技融合的发展，贡献华夏香港的力量。谢谢大家。谢谢，感谢干先生的精彩分享。请坐坐。Thank you, Mr. Tian Gan. Valuous presentation. Thank you so much.